was your wingman? Ew, the tuna. This is really messing with my head. Bonnie, is my dad cool? I'm not dumb. 中午晚上好，喜欢晚上好。大家吃完柴了吗？反兔晚上好，德全晚上好。 大家晚安，嘉叔晚上好，瑶晚上好，我刚刚洗好澡。My dad made out with Wendy the waitress? He cheated on my mom? No, that's impossible. Ted, it's a well-known statistic that 83% of people married longer than 6 months are seeing someone on the side. You know that when you make up a statistic, you always... 早啊，大家好吗？ 刚刚洗好澡，正在喝高蛋白。吃晚餐吗？高蛋白。刚刚怎么笑得那么开心？我在，我又在看剧了，很好笑。Listen, can I speak to you outside for a sec? Sure. For a sec. So you went out with Barney last night? Yep. Mm-hmm. Did you have a good time? Oh yeah, yeah. Sorry you couldn't join us. 切了双眼皮。有啊，我吃过晚餐了。So. What? 等等我一下哟。Well. Well, what? You think Serrano's got a shot at the RBI title? I wanted to confront him, but I couldn't. I guess I got the let's not talk about anything uncomfortable. 我刚刚洗好澡，然后我就有一点不是很想要 do make up， 但是我觉得最近黑眼圈有点重，而且我今天又穿了，我吃好饱哟。 今天把一个便当吃完，<笑>我想要有腮红的特效。大家今天好吗？我想要白色猫咪的特效，嗯，还是为什么我的清新花儿没有？这个，还是这个？ 这个好了，难得听你说吃的饱饱的，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刚刚吃便当的时候，Hello，晚上好，我刚刚吃便当的时候一直喝水，是运动后的饮料，有些人不是会把高蛋白当晚餐吗？还是没有这回事？然后我刚刚要说什么？然后我就一直喝水，然后我今天就超级饱。 最近天气变超冷，然后我超容易头痛，然后现在还没吹头发，喂，嗯，有啦，我上面有稍微吹干一点。Hello， 欢迎你，晚上好。最近在困扰一件事情。 但不知道能不能跟你们分享。Hello， 小生晚上好，晚上好呀。喝水不会饱，但喝汽水，喝水会啊，感觉那个白饭在我的胃里面膨胀了。Hello， 很久不见，你好吗？最近，你这样问那就不行，可以啦。 调睡眠时间为了下个礼拜的握手会，哇，对呀、啊，好快哦，好期待你。千亿晚上好，没有啊，其实是应该可以讲的嘛，就是我偷偷的不小心跟我妈咪吵架了。
你今天看起来年纪好小，是吧？可能是因为我今天没有化妆的关系。没有化妆就得套特效，不然会吓死人。6:30到会场，6:30也太早了吧，各位。我为了狗狗藏手机看你，哈。有吃晚餐呀，已经吃完了呢。是不行的啦，我昨天没有跟他讲话，然后他刚刚回来的时候我有跟他讲话，他有理我，但是我跟他讲完话他就不理我，可是我又不好意思，吵架还有分偷偷的，没有啦，就是晚安阿翔。等 Hello 小旭，晚上好，帮你 QQ 然后他今天应该不会，对啊，他应该不会来了。可是我就有去找他讲话，然后他讲完，他听完我讲完话之后，他就去房间跟姐姐聊天了。竟然，草莓酱晚上好，仙鱼晚上好。恭喜草莓酱粉丝团等级升一，去跟妈妈，我先走。好的，好的，快快去，快去。孝贤晚上好。谢谢艾瑞克的玫瑰。嗯，谢谢柠檬的桃花和果子。我应该怎么办呢？吹个头发。阿哲晚上好，豚宝宝晚上好。好呀，我是不是我怕你们会很吵耶？耳机挡害起来，对不起，还是我关一下声音先。耳机很震撼，那你们等我一下下。对啊，我想说，我刚突然想到，吹完问一下吹吹吹，那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们来。
来了，回来了，我刚刚一直按不了。希望祖祖可以比唱。嘣嘣嘣嘣，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晚上好呀，呀，过来！我正好想要帮你剪指甲，笨蛋。过来，嗨，你肚子饿了吗？我最近买了超多罐罐给 Tiger， 对不对？我买好多罐罐给你 ，Tiger 要不要吃 ？Tiger， 给你吃这个，快快快快，好吃好吃！哇，我快吃快吃。你快吃啊！好，你去吃，这里这里。是叫的来的吗？对呀，提个过来，提个来。你吃好吃的，提个过来，提个呀，很好，那你给你吃好吃的，你去去吃。啊，好痛啊！你等一下，我等一下再给你吃。Ouch！ 啊，你给我剪一下呐！你不是很乖的吗？剪指甲。啊！等一下，你的后面还没剪，太久没有剪你后面，早知道不进来。噔噔噔噔噔，为什么你还是可以勾大门？等一下你，好的好的，弟弟，你看那边有肉肉，还给你吃肉肉，哇，好吃的肉肉，你在吃肉肉，他在吃他那个好吃的东西。我想要剪你的后指甲，可以吗？可以吗？让我剪一下就好了，好吗？呀呀呀 ！Hello， 大家，我在虐待我的猫猫，吃完继续剪，给它剪一下呢、啊，不剪了，不剪了，没有了，你看，结果 Tiger 又跳上了。鸡鸡上面，你看他的指甲，你的下面的指甲太长了啊！很乖乖，你乖一下，你让我剪一下就好，你看一下就好了。怎么那么剪一点点而已？哈哈，痛痛吗？你不要乱叫吓我好不好？
下，你不要吓我，快好了。啊啊啊啊！啊！晚安。你看，快好了。啊，好疼啊！猫咪的后脚就四个指甲吗？我好累，你还一只脚还没剪好啊！奔奔奔奔奔！你看我的，你们看我的衣服，都是天哪！给你们看，然后你干，你要吃这个，过来。今天猫猫专家船长还没来，真忙。来这里，咚咚咚，谁敢过来？你为大家，你给大家看这里还有这里，这个这里，你还没舔干净这里。这里呀、啊，这里。有的亲了。先给大家看，分享一下。OK， 在这边吃，在这边吃。你看，过来，你看过来。我们当主播的人哈，就是对对对，对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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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很好吃。对你对你对你啊。你不想吃了，过来。这里还有，我的手上还有，这个这里啊。还有啊，还没吃干净呢。这边还没吃干净。那你过来这里，这里啊，你看，你看。勉为其难舔一下，你看我来舔这里，你看，你看这里，你看，你看快来吃，你这里还没吃完呢。Hello， 大剑，这个，这个，这个你真的还没吃完，你不想吃了。你们看到我的瓶瓶罐罐，这你拿 T 哥，你乱吃，这你，我的手上啊，这你，猫咪是不是眼睛还是鼻子不太好啊？先下班，我今天到9:30。T 哥，这你，好呢，好呢。好的，好的。
哎，我的卫生。好了，各位，我忙完了。我好想要遮黑眼圈哦，但是我有点懒，有一点点懒。Tika，你拜托到我点最后一支就好，就是最后一支。我等等要来滚我的衣服。嗯哼哼哼哼哼哼。他下班了吗？他在我旁边，在这边，他在。停下，太乱，旁边太乱，不能给你们看。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你们记得我前一阵子鼻子上面长了一个很大的很大的痘痘吗？可是我好像有遮掉，还是怎么样的？我忘记了，我忘记我没有给你们看了。然后呢，我就后来好像是两个长在一起的脓包，然后就很大一个，就拿针戳它，然后把它挤出来，然后结果它到现在都还消不掉。给你们看，你们看到了吗？它到现在都消不掉，它就是一个红红的在那边，可是已经过了好久，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就把它弄掉。谢谢麦哥，你竟然下手搓下去，因为它真的很大。然后我有贴，我有茶树精油，然后我还有贴痘痘贴，可是它就是不出来，然后。我擦药啊，贴痘痘贴都没有用，然后呢，它就已经在那边好久了，然后呢，我就搓掉。我想说，至少搓掉，我还可以就是用遮瑕膏遮起来之类的。嗯，好甜呐。一个爱情建议跟我在一起。这是擦碗擦饮料，只能当你的哦，是这样子呀。我要去拿饮料跟妈咪分享，希望她会理我。胖姐，你们等我一下。醉的人，你被大家看到了哟！大家有没有看到 Tika 跑过来？他刚刚跑过来把那个这个拿走。今天会很累的吗？再打再。我上一秒才说好饱，现在拿面包出来吃。谢寻凡，你们看到他了吗？今天超爆气，谢谢洛子一下下，你每次来都先称赞我一波再说。吃面包就没了，
看到他的屁屁哦，还以为我看到他的脸脸。晚安，空空，今天上班吗？别搞。然后是一人给面包，你看。我跟你们说，我觉得我最近喂他吃太多罐罐，他好像都不太吃零食了，都不太吃饲料了。我有点呆萌。因为今天是素颜仔。好乱好乱，这个好好甜哦，但是好好喝。那关关谁还吃饲料？你关关喂太凶，当然猫，那怎么办？关关都是宠物，有做对事情，真的吗？我已经买了一叠的关关给他。为什么我的 iPad 不能的照片不能跟我的手机同步呀？我改天就去设定一下好了，这样子我就可以给你们分享我买的罐罐。晚安呀，黑流星，你太常 NCT 给罐，我大概一两天会喂他一罐，这样子很长吗？我不会每天喂，但是他就是有时候饲料都不会吃很多，然后大家又说他很瘦，我就想说，那干脆我以后每天都喂他吃罐罐好了。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没有去做，这样以后会只吃罐罐不吃饲料。会试掉就好。Hello， 季风亮 ，Hello， 坤坤。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口腔健康不太好，那还是我要煮东西给他吃呀。你们看我买的，那天我都不记得我在问你们那些罐罐，
然后我就下定了，我想买给他了。先回去上班，好的，上班加油。Gorgeous， 怎么拼啊 ？Gorgeous， G I O G gorgeous， 好，算了，想吃也太多很多了，因为我之前看人家都是，我看网络上很多想配饭吃。我看很多人都会就是喂猫猫罐罐，我就想说他搞不好会，他最不会饲料就好，完蛋了。可是我觉得他真的有点不太爱吃饲料，刚卡了没看到，我刚刚因为我跳掉荧幕了，怎么办？Hello. 我昨天去上了跳舞课。就我没看到，所以现在是卡着的吗？请问现在是卡着的吗？这个不是，是我自己去上的。你们还要看？你们是要看罐罐吗？照片，给你们看我的罐罐，我买给他的罐罐。上次讲过了，忘记了。哇，有一点点想要把我的刘海留回来了，因为太多了啦，太多了吗？封神大餐，然后我都每天都好想喂他吃罐罐，因为他其实我养他到现在，就是可能我今天出门前我倒了一碗饲料给他。然后可能到晚上他都还会有剩，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很常听他说他又太瘦，然后我就很担心。波脑哭晕在客厅。哎，好想要这个口红哦，好好看。你们觉得好看吗？很好看的颜色耶。谢谢心莹的214爱你，你担心 TK 跟我们担心你是一样的。他不算瘦，他不算瘦吗？可是很多虎斑都胖胖可爱可爱的。TK 过来。
所以 Tigger 是可以的吗？但他一天只吃一餐会不会太少？外面那个舞伴叫臃肿，鲜艳红色，好好看哦！我最近要减少我的物欲。你们看，我好想念我好想念我的旁分哦！嗨。只要有放饲料，不用怕虫会饿到，除非生病。可是他会不会因为想吃饲料，想吃罐罐就不吃饲料？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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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了几波就会吃，只要饿了就不得不吃，好像也是哈。感觉果果进入一种状况，就是阿妈觉得你说怎么会这样？好吧，那我大概一两天喂他一次罐罐会太多吗？噔噔噔噔噔噔。好冷。哎呀！啊，对不起。哎呦！哎呦！第一个被你宠坏，绝食抗议。而且我还没带他去洗澡，真的很想带他去洗澡，但是好贵哦。不是，你就先不要喂哦，不要喂罐罐。Hello， 西恩，怎么好可爱 ？Tiger 好可爱，多了几次他就乖乖的吃，好吧？我心疼哎，两周太久了吧？太久了。给你们看我今天看到的。他写说这不是狗狗，这是一个。超好笑的，有个可爱的好凶的狗狗，你们再看一次。很好笑耶，怎么有这么那个的狗狗，他直接那个头跑出来耶。停喂罐罐到正常吃饲料为止。哦，好。然后昨天发现自己真的是一个超级没有自信心的人，我觉得我就是很矛盾的人，但是有时候很有自信心，然后可是有时候又很没有。就是你知道我昨天去上课的时候发现，就是我们跳了一首舞之后，结束课程之前我们会录影，就是会录今天跳的，然后会有人在前面帮你录，然后你下课就可以跟老师要影片，就是分组录，因为可能教室人很多，然后会分组，就可能一半一半，好，没事，反正就是会跳舞，然后就会录你。然后可是我每次到那时候，我都不太敢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狡猾的国旭真可恶，为什么？你不能因为新人就又喂了罐罐好？但是艾瑞克的做法是国尿毅力跟决心就是好的。长期吃罐太软的食物对猫咪的口腔，可是这些罐罐他们都写说什么？哦，可以那个什么毛。
画毛，就是可以画毛啊，然后会加一些很多，而且 Tiger 喜欢吃鸡肉。Hello， 企鹅 ，Hello， 藕包。不过真的挺喜欢昨天那一支舞的，因为我比较喜欢跳那种，我以前很喜欢去学那种 hip hop， 就是那种要用身体很多力气的那种。但是我觉得我跳舞太起来之后，我就上其他的课，然后呢，我就比较喜欢那种 new jazz， 就是爵士风，是吧？就是 jazz。你几点关啊？你看不到这句，我今天9:30之类的关。Cheating is disgusting, and I will never ever agree. 果果直播1.5小时，以为10点之类的，很崭新的时间表示法，但9:30之类的。狡猾的国旭真的可拖台前的，不考虑直逼2小时，我们考虑一下。很烦的话，你暂时。预计10点 ，Hello， 欢迎回来。你怎么偷藏手机了呀？很烦的话，你真是跪下。你说我是哎，你说我是狡猾的国星宇，为了你果谢谢，不过还是要交手机啦。你这样鼓励的话，我根本会想挑战超过6。我今天就不关直播，今天就在这边好睡觉去。那个不是你，那他是谁？是谁？好好，你放假的时候再来看我。你要睡了吗？我狡猾，我很挺容易跌倒的。交回去了，好的好的，很乖很乖。最长直播时数是真的假的？30个小时。I got black, I got white. What you want?
法医的幻影战士，那下次是否应该消失的幻影战士？不应该，不应该。狡猾的叉叉叉十五，那狡猾的另外一个怪怪的名，该直播主表示这辈子不会有第二次，真的假的？那他是怎么样播？他是就播着在家哦。我觉得我根本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可以播48个小时。我可以播48个小时，我躺在床上跟你们聊天48个小时。我真的是一个超宅的人，我有个宅。嗨，提哥，嗨。不准，你被林一追平了近5个小时，他好像比我久，他应该比我久，明哲取了证，先不要，联播不是生活播，好像是讲解变魔术。你别跑啊，宝贝！我要回去了，待会你外观，你要去哪里？什么时候打算再创纪录？我不知道耶。然后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我可能不会最近去考驾照了。因为国勋宇本人的我呢，发现呢，咦，那就好，回去喵台啊，再不回去不是去过一下了？那你不仅走，因为你走的话，你回来也要跪下。你做什么选择呢？你想做什么？3分钟热度？不是啦，是因为我发现有点小贵。加上我们家没有车，你知道吗？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家本来有一台车，但是现在没车，因为爸爸觉得住在台北是很少很少往外面跑，就不用车。因为我真的有去跟爸爸讲这件事情，他说可以，他说可以考的，但是后来想一想，我还是想去考了，我还是会去考，但是应该不是近期的事情。原来是因为钱不够，对，因为我想要拿我自己存的钱去考驾照。日本乃木坂有所谓的 TV 连续，我听过，好像听过。走了回来顶多跪一下，再不回是手伸手分开，讨厌。好了，快去，等等记得回来哟。左左有车可以开他的，希望我国钱不够。没有啦，我觉得哇，我在想我要不要去考啊。考驾照是多少啊？3万、2万、1万，速报国考钱不够。一回来就给我听到不去考，需要赞助吗？你可以看一下你上一个留言，速报谷歌钱不够，1万哦，1万出头哦，
哦，那还好哎。那罗丹只好握斯丹的一半。哦，台北不太需要开车，不要考拿那些钱去买吃的。不是，你知道这很困难吗？我很想考驾照，感觉以后会很有用，就是出去什么的也很方便，或者要出去玩也可以租车之类的。但是最近的行情价我就没查了，我考6000的，但是好像很贵，你知道吗？然后昨天那个小芳芳，喂，小芳芳跟那个小芳芳另外一个，忘记有没有跟你们讲过那个胖小哦，我都叫他什么、啊、胖胖蹦蹦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小芳芳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就我们在聊天，然后他就说你不要浪费钱去考驾照好不好，你根本不会开。然后有点被打醒，我想说好像也是，因为我昨天在跟他们讲说如果我考到驾照的话，你们说你们会来握我很多张，然后他们就说你考驾照干嘛，我重机比汽车贵。真的假的？没有哦，谢谢。他都在台北市换，感觉用不到。不过我又挺想，我是真的挺想骑机车的，但是我爸爸不喜欢我骑机车，因为可是我就觉得，假如说去什么上课、去公司都很方便，可是开车就很不方便，因为很难停车，而且我们有另外一个练习的地方也比较难停车啊。可是我真的好想考驾照哦，可是感觉又有点浪费，就是我不一定要急着现在考啦。果果有想我想买车呀，但是我们还要有规划。以后用的机会不多，除非有买车，对吧？两张都考啊！可是我汽车考到只能有50cc 的驾，但我要考两张驾照，哎，这样子是，以你的状况来说，觉得机车对你来说，对啊。然后，因为我现在在学的经济独立，你知道吗？所以呢，我现在在学经济独立。然后我发现有点困难，我变成那个了，台北租 iRent 共享哦，现在没50cc 的新车的，好像也是哦，那种电动车之类的。真的戴国也用不到不用考，可是我想要你们来握我手手，找大天当司机。老天，狗狗真的长大竟然在开始学习经济独立，还是有了绿牌的，可是绿牌的可以用租的吗？狗肉有绿牌车啊，但我不推荐。什么是狗肉？狗狗肉大件免费接通不实行，你还是学经济独立好了。油车的50cc 新车是真的没了。我最近在努力的，就是存钱啊，存钱。我平常有存啊，但是我要怎么讲，就是我在改变我的花钱方式。我想要存钱，可是我还是好想考驾照哦。我爸爸真的超级不喜欢，不想要我骑机车。现在新车太环保了，还坐50cc 会很美哦。而且我要叫你们来握我手。大天的薪水是就是握手一次。真的带过你用不到，你不用考了。我刚刚有看到，可是想培养这个习惯是对，多存钱。对呀、啊，存真的是好好存钱。你在干什么 ，Tiger？
你在干什么？等一下，等一下，有点危险。弟弟在干什么？你又在干嘛呀？你又在干嘛？啊啊！一个嗨。一个月薪水握手一次，我也好怕。看到文没有文具啊？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睡觉习惯点，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过我习惯点精油，但是我后来发现我每次只要点精油贴了就不会待在房间。然后呢，我就开始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就是因为猫猫不能闻精油。然后呢，我就去网络上面查，然后网络上面就说。Tiger， 你不要再咬我的脚架了。他们就说猫猫闻到会中毒，哎，我傻眼，我真的超害怕，然后我就再也没开过了。有紫光灯船，对啊，你要看吗？我原本是贴在就是我的头顶上面那个有一些小贴纸那边，但后来我把它移到那个。最上面，你手机后面好乱，嘿，好美，很美吗？一秒变夜，小夜灯。对不起，抓痒。开这样久是要睡觉。我刚刚要跟你们讲什么？我刚刚在讲什么？发现房间很乱的事实。我刚刚在跟你们聊什么、啊？我忘记了。还没下播。你说你要下班不是？今天我们可以再讲这件事情吗？不是，我在讲啊，在讲什么？我刚讲到哪里去？